小老鼠和蛋糕。上午你们干什么了？今天上午我练习了书法。上午我画了一只小松鼠。我上午跑步去了。我现在好饿哟。孩子们，上午好。白夫子，上午好。好香甜的味道。水果蛋糕，两块蛋糕，你们三个人怎么分呢？我们可以一起分享。没错，我们上午吃一块，下午吃一块，上午先吃一块，另一块下午再吃。谢谢白夫子。哇，好大的风筝！我们去外面看看。蛋糕呢？盘子的位置没有动。不好！这块蛋糕还在。真奇怪，是谁吃了蛋糕呢？我有办法找到他。走，我们下午再来。什么声音？像小老鼠的声音。瞧桌子下面。是小老鼠。巴德，小老鼠爬到桌子上面啦。蛋糕原来是你吃的呀。小老鼠，你跑不掉的。这只小老鼠好瘦啊。他一定是饿了。我们把下午的蛋糕分一块给小老鼠吃。小老鼠吃了蛋糕，下午你就不会饿了。白夫子，请问这是您的风筝吗？是的，请问你们可以帮我把风筝放起来吗？好的。